拉爆它。长夜将至，你们没听到吗？他出来骂了女巫跟天黑请闭眼。四号跟十一号玩家玩的也太恶心了吧，他居然不对这个九号有敌意，那个九号才是拉爆他的。还说为啥屏蔽他，狼人请行动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四号啊，所以就是十一号骂了我个女巫，不能怪。你们有没有想跳跃？不能怪女巫，不能怪女巫。没有啊，要不你跳。然后我们四狼上井，美滋滋。可以可以，主要是我跳的话也行，就是怕中毒，没了。悄无声息，四郎上井，然后不投票，然后让他们把八号出出去不就行了。天亮了，开始竞选警长。我觉得上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因为当整个直播间都觉得这个九号是个狼的时候，就是他自己逻辑有问题。你们觉得呢？我就说他自己聊得太差了，他实在是。啊！一号玩家请发言。二号玩家请发言。谁跳啊？二号金水。警徽流第二警徽流夜里就想好了是八号，因为二号验出来金水，我就验二号对面的人。但第一警徽流没想好，本来夜里想的是四五里边验一个，这都在井上、他不是金水，他不是要跳吗？井下是我看啊，一个，他不是要跳吗？两个三个四个五个，除了二号还剩五个人。哎呀，咋留啊？我验个六号吧，验个八号。哎呀，不六号我也不验了，六号看投票吧。不验六号了，第一警徽流。四号如果是什么老板齐仓幸运人，就乱七糟的，我就验五号。我就四五里边留一个。我不给八查查吗？啊，有可能是四，也有可能是五。然后第二警徽流八号，八号这位置肯定是不改，改都不改，离线都不改。过了啊。三号玩家请发言。一号不行啊，上进点评来了，一号不行，好吧。你告诉我，你井下看了二号牌一张，进六号牌你上票，第一警徽流开四五对吧？第二警徽流压张八对吧？没有篡改你发言对吧？然后你对井下的十、十一、十二视角里的盲区就在这块地方，这三张牌你不给定义的吧？对吧？你甚至你是你五八，哎，算了，这反正我就觉得你不像好吧，一号玩家啊，没了，我这边就觉得你一号玩家，我不知道二号玩家是张洗头巾还是你狼狼巾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是我觉得你一号玩家不像，好了，没了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就我也觉得一号不像啊，就我身份跳出来吧，对吧？我站后之外，我是牛，就六号牌是个洞刀口啊，就六号牌是个刀口，就饮水啊，我就一号牌，你起身就想丢一六，又不丢六，对吧？我认为你是一狼，因为你觉得六号牌这个牌。完了完了。我跳啊！第六号牌没上井嘛，对吧？我是个牛啊，我站后桌。都不跳。因为你这个六号牌，你考虑了很久，对吧？站后桌，铁站后桌啊，牛啊！第六号牌昨天打牌了，我就了，就过了。第六号牌你上个后桌就是啊，过了。第一号牌不信啊，信不了。五号玩家请发言。九茶山呀，九茶山，这个一二排不就是张暴匪式发言吗？什么警徽流？警徽流压四五，这压谁？你们去猜。
这不就是他的粉面吗？九叉杀吗？九号座位的茶山，一九双狼的格局形成了。有诸位格诸位的验证，我给八发金水吧。他给二发金，蓝宝石狼狼金，毕竟这样六是银水，三号牌发言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爆点。一二六三，我给九发茶杀，基本这样格局，十一二的警徽流，警徽流不留，好像没有了吧。不，他炸身份了。跳的好烂呀、啊！哎呀，不跳了，跳完跳去也没意思。这我是老板吧？这后桌谁跟家一对跳，你们自己准备吧。我刚刚就当我聊的故事，没有十一四吧？搞个事情，但我觉得我还不搞了吧。像有身份炸身份，对谁都狠，好吧？谁让这女巫非得把我夹到这银水中间啊？过了，不搞事情。本来想搞的，搞来搞去，感觉也挺没意思。过了。七号玩家请发言。八查杀，警徽流，十一四。然后我先说一下，就是晚上上下位置随便摸的，上下位置摸的八号查杀牌。然后因为我井下摸了个查杀牌，右边井下十十一十二，我得拉拉票吧，对吧？那我就拉一下中间那个十一号，然后左边。因为这个三是在这个一号作为我的对跳，他直接觉得一号不像，就是三四都是觉得一号不像，但是四是跟着三直接说的，所以我觉得把四加入我的第二警徽流比较好。然后这个五号给九发柴杀，警徽流也不留，我觉得像是有身份的那种。然后我刚刚中间就是我想了一下，我警徽流就留十一四吧。哦对哦。四号刚是不是说他是女巫来着？那我警徽流改成三吧，这笔记漏记了。那我就警徽流改成十一三，七号预言家，八号查杀，警徽流十一三，然后再留个二吧，因为这个二号被我的对跳，发了金水，我把它留到我的第三警徽流吧。七号预言家，八号查杀，警徽流十一三二过。九号玩家，我必须得发言。我觉得信源验到我了，验到八了。九号信源验到八了，我看看，一二三四五，没有，六张牌，像像不像跟三不像，跟四不见面，像不像跟四不见面？六，牛不牛？超流畅，我这样跟四号不见面就特别像不见面。给一上票，好吧，二八六给一上票，十十一十二给七上票，我想听平票 PK。Are you OK? 二八六给一上票。听完平票 PK 再说。七票的直接第一天直接打出局，就那么简单。八是七的查杀嘛，给一上票是很应该的。二六给一上票，对吧？合理吧，很合理吧。听完平票 PK 再看呗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我拍身份，我第一天我直接拍给你们的，啊。但是谁敢弃票，直接第一天裸头出局，就那么简单。我九号牌这里可以那个平票 PK 吧，暂时没听得出来这两个谁像或者谁不像。你看吧，对不对？我其实跟一号暂时没太听得出来，让他们平票 PK 吧。还是我感觉预言家得留烂一点，留的太好，就这么决定，他们都不信。谁弃票，第一天直接出局的，就那么简单。九是女巫是吧？八。开始，二六八给一上票，十十一十二给七上票，那个平票 PK 啊，别的没了，过了。开始警长投票。好高贵啊，这九号好高贵的平票 PK， 不行。这没办法，哥，他们不听你的。不是，你八号给我投票干什么？哎，不是，我操，八号你给我，我靠，真是什么？哇，这是什么？等待玩家发动技能。我的天，天胡开局。哇，这是什么？
等待玩家发动技能。起飞！我去！等待玩家发动技能。好耶！请发表遗言。语无天主、哎、没啥好说的了啊，那七号是预言家，九号跟着七号走就行。哦不对，六号女巫三号得了一。你听完了七号的发言，你打我的警徽流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六号女巫我验四号五号，九号四号能跳个什么七伤幸运儿，我验五号，你听听五号的发言，他配吃惊着不？三号你是好人是狼啊？啊三号你说我眼里没有十十一十二，我问你七号是后这位发言，他眼里有七，七号眼里有十十一十二没？有没有？哎呀，我听完你们的发言呢，这些四号这种脑瘫呢，你赶紧把游戏卸载了吧，你去下载一个连连看，哎不行，咋都那么急、啊、连连看也不太适合你，你下载一个俄罗斯方块，那个玩意儿挺适合你。四号是狼啊。请发表遗言。不是，四号是狼，为什么？你不能这样，四是个狼啊。他说他是个女巫，我是个刀客。对呀、啊，我把你给毒了。四你骂狼干嘛呀？你怎么能这样骂狼牌呢？对呀、啊，你这样是不对的，一号牌。四是个狼，七是个狼，九那儿再出个狼。好稳定，情绪稳定的姐姐。过了，先把四下了。四号牌敢跳女巫牌是不怕吃毒的牌，那他就不为狼枪牌。谢谢冯志的一个小猪 A 仔。再把九的狼下了，再把七下了，再找最后一皮。请发表遗言。确实，那八是狼了呀。仅下的六跳女巫了，十一这张牌暂时不管，二这张牌也是狼啊。二四八七啊。啊！你告诉我，我中了井下，我会给你拍身份的啊。嗯，对不对？我在井上可以耗票，但是我井下是不是能质证我的清白的？对不对？嗯，前座位四号跳女巫了，你告诉我后座位还有谁啊？有没有亲？有没有老板呢？没有老板吧？那你要想一下，井上谁能做成一张老板牌来耗票？啊，连平票 PK 都不给。八这张牌不是认狼的行为吗？啊，我都说了，二六八给一上票，你十十一十二给七上票，我听你们评票 PK， 重复了两遍吧。嗯，给的四，好吧。二四七八，八这投票不是不等于同于认狼的一张牌吗？嗯嗯。六十十一十二这三张牌暂时不好定义。嗯嗯，井下我想看平票，一个都不给我上。嗯，写 China 零零九的舰长是不是忘记谢舰长了？不好意思，写 China 009。重点听听八和二的发言，好吧？试试我的幸运儿，其他没了。五号玩家请发言。你不仅是手残，你现在连脑子都残了。你认一是冤家，二的金水，你跟我说二四八八可能是让大了，往后摘一摘吧。四七出吧，你要想让张七陪着你演，再多报两天查验，他再给你演两天查验、嗯、也可以多留两天，明天就十十二里面新增新台嘛，是不是？今天肯定走四，我还找谁了？肯定先听好人发言。难保他拿不起来了，也不一定。这没有平票 PK， 不就你九号造成了？你就说我是老板，我已经被井下的谁谁谁嘎了，某个人嘎了。这个防攻击性好强啊！他怎么不听你的？还非得搞这大动作，什么身份也不跳，你凭什么让人家听你的？哎呀，随便吧，连二都不相信一了，我们拿什么相信一？要不就直接走切单面吧，打快速机得了。不想打快速机就慢慢打，陪着狼耗嘛。反正四只狼，我估计这局很难赢呀、啊。
我跳冤家就是不满这些心愿为什么不落在我头上，就想搞事情，让我自己说了。今天谁是守卫？我觉得我得对得起我这张底牌。二号没听。嗯，就这样吧。爱怎么说怎么说吧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女巫一定要出我事啊，你让我带一个人的对吧，我找不到那个守卫牌，真的，我找这六号牌是个女巫的情况下我不应该跳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出我吧，我这里自爆不可能啊，就出我吧，要不出七吧，七是个小狼，真的，我认为七是个小狼，你们出七吧，要不七号你自己过一个票，对吧？出谁我不知道，对吧？就四狼在场，你们觉得好牌还能赢？赢不了吧，对吧？就出我是我带一个，我带不了人，我是个小狼，我是个小狼啊，带不了就出七吧，七是个大狼，出七，我认为七是个大狼，对吧？他在乱分票，牛的，够了。三号玩家请发言，请快点吧，不想跟你们耗了。三号牌守卫，好吧，今天出四带我三，好吧，要不你报道来砍我都行，好吧，我今天就订票下张四了，好吧，你晚上来刀嘛，我晚上也不会自首，赶紧把这把游戏结束了，好吧，你狼人想拖拖时间你就慢慢聊嘛，好吧，没有了，我已经跳出来了，就证明我交牌了，好吧，反正三神一倒，好吧，我也不太想玩下去了，嗯，出四没了。二号玩家请发言。初四啊，然后十十二最后一批也没得打、啊，他们自爆刀想那个初四，他有刀更好，可以打个无效，最后一批是十二一个，其中一个。十二号玩家请发言。那你让七去过一票嘛，七肯定知道大乱是谁，过了。十一号玩家请发言。我订票初三吧。啊，无所谓了，这个九号啊仅下六张牌，呵呵，你眼中这个四宅出仅下出狼出两个狼，你两个狼对吧，假如说仅下出狼四个好人被你牵着鼻子走，你觉得其他两个狼人会跟着你的票就走吗？你太天真了，好吧。十号玩家请发言。对，我是好人，我也不听你的呀。你跳个玉皇大帝，我也不听指挥，凭什么呀？我待在井下，好不容易能投个票，我还要听你这个那个。井上发言已经发过一轮，找不到预言家，再听那什么凭票 PK。然后你就能听出来了，你这么牛皮，你待在井下你去投票上井干什么呢？反正我觉得你做不了我的主歌，其他人听不听你的就不管我事，让我听你的不可能，一点都不可能。这个房间攻击好强啊，哎呀我天哪，三跳守卫，那我也是守卫啊，这么高，要不出三吧，啊，订票下三，我说不行，出完三他们要刀我的，三不能出，出二吧，把二出了，二肯定是个狼。八号玩家请发言。我怎么没看懂？这是演都不想演了是吧？你听七怎么说呗？听我。七号玩家请发言。听我怎么说？这把只能说好人运气不太好，那要不咱们把三出了打无效吧，三不是说自己守卫吗，赶紧出了，无效了，好吧，点三啊。开始凤竹投票。这三肯定不是守卫，我就是骗好人点三你知道吧，我不是无效，我是赶紧把三出了。好人真心，
等待玩家发动技能。请发表遗言。表遗言。11号牌应该是那张守卫哦，好吧，没有了呀，没别的了，我又不是守卫，我只想穿衣服再给你们挣扎一下，好吧，没了。天黑，请闭眼。我找个理由，找个理由初三咱们跑绑票了。狼人请行动。 我找了个理由初三我们就绑票了。不是他有效绑票有什么用啊，就打成这样子为什么不打有效，别到人呀。 我只是绑票呀，我只是那啥，我只是骗他们投三，那三肯定不是守卫。对呀，别把守卫。悄无声息。有效没啊？有没有效啊？现在有效没啊？各位，天亮了啊，慢慢聊吧。五号玩家请发言。这三号的家伙不是害人吗？害人不浅啊，三号。你走了是痛快了，你留我们这些人在这坐牢，过分。给守卫啊，赶紧跳出来吧，让他们把你票掉，结束了守平。有什么好守的？冤家也走了，女巫也走了，那侠也走了。有效没啊？现在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搞什么呀？不是守卫就不要跳，何必呢？争那个龙次干啥？争来争去你也争不过了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就守卫跳吧，就早点上早点干，对吧？就四票，我们拿警分，就是昨天一人一刀，就刀果在案。对吧，就二排是个就平安夜，平安夜也无所谓，对吧，我们也要警徽，就你就爆出来吧，对吧，过了就自己跳一下，就把守卫干出去，然后结束啊，过了。二号玩家请发言。对呀、啊、挣扎什么，四七八十四匹狼都给你们点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还要挣扎？一号能把警徽流压到四五，不去压这个六的吗？四号这女巫一跳就直接爆出饮水是六，我就觉得一号为什么不敢把警徽流压到这个六，是不是因为他是刀口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在一号的边，这怎么打？那四号女巫跳的好，没得打了，是不是？这女巫还撒个天毒，还真是把冤家给破了。不要挣扎了啊！守卫跳出来，直接把你裸头了。打个无效。十二号玩家请发言。啊？十一号玩家请发言。守卫不是二号吗？本来出四，哎呀，本来我是可以赢的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就你们昨天是多一票的，昨天我不跳出来，把四出了，四但凡不开枪，把三一守平安夜。我肚子有点饿，对吧？把三一守平安夜，他们找不到守卫的。这十一确实高手啊！就你们这些放弃挣扎的人，我还以为二号是守卫呢。其实也是赢面不大，但是还是能赢的嘛，对吧？我跟三配合一下，不是还是能赢的吗？真牛，他真的赢。十号玩家请发言。那什么轮次其实够了。兄弟啊，都知道三不是啊，就是想扛推这个三，扛推这个三换换时间。我还说让他们空刀，哎，空个刀多好。现在有效吗？
八号玩家请发言。今天打个有效，打个有效，你们好人天风开局，我们狼人还是不错的。七号玩家请发言。现在有效了吗？有效不知道啊。有效了，应该第二天有效了。那我们投十一。诶，不够吗？要不我们先把二投了吧，把二投了，晚上把十一到了应该就有效了，把二投了吧。开始凤竹投票。等待玩家发动技能，折磨一下好人。请发表遗言。十一号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挣扎的越久，分扣的越多。你早点跳出来，早点把你给投了。不，我们都不会扣太多分，是不是？昨天我们都上了肥票，直接点三的啦。上分局，上分局。挣扎啥呀？挣扎上分局。天黑请闭眼。上分局，上分局。现在够了吗？狼人请行动。上分局了。我今天够了吗？时间不太够吧，白天可能就够了。我想来一个，起来就哐哐就还折磨，受不了。悄无声息。等待玩家发动技能，真的难得爽一次。八号玩家请发言。我吃盛碗饭，我肚子好饿。十一号，你想让我开枪把你带走，还是自己投掉自己死？十号玩家请发言。请发言。开枪呀！开心加分加的多啊，你加五分呢。十一号玩家请发言。十二号玩家请发言。这下好了，只有咱两个好人了。还要开枪把你带走，你还不如第一天就让他们把你带走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对，今天我妈给我做的寿喜烧，就七号说了嘛，打个无效局，你不出来，哎呦，其实我觉得，我是想找死的，真的，我没想到第一个六号是女巫，把一号夺走了。其实我不想赢的，真的，就他们说四个人上去，结果两个人冒着警戒，我没觉得，我跳女巫就是想找死，真的，我是想吃毒的一张牌，我是小狼，就这样过了，就投八吧，让他开一枪，对吧？就让八开一枪把十一号带走，
其实也没有多加分吧，好像我拿过大蓝开枪，没什么分加，好像这个无所谓，就七号牌你归票吧。七号玩家请发言。那就出八吧。开始放逐投票。让他开个枪。真的怂了。等待玩家发动技能。开枪把池带了，继续折磨。把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。这把真的加大分了，各位，真的加大分。